你现在说一个谎，你最后要说更多的谎来源。婚姻有这么尔虞我诈吗？你要跟爸爸一起搬回旧家，如果爸爸不在了，那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吗？你还在这里没有骗人，你这就是在骗人。以前是你的，现在是我的，来啊！来啊！书分店姐妹们追吧，东森戏剧40台与 MyVideo同步首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坤达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姐妹们追吧。